功夫，练来何用？有的人用它打打杀杀，有的人用它修身立命，而我回头是岸。职业探长，这里的钱你们能拿多少？袁处长，我们警察都枉法，一定还他一个公道。咱也要，如果船只是警服，你跟他这个处长只会任人宰割。原来是你的害死。左先生如果再不出来，阁下，好功夫，阁下参与，我们走。